黑色毛衣衬托挺拔身材，马林鱼左投陈伟英帅气现身，台下尖叫声此起彼落。台湾英雄应邀到景美女中演讲，机会难得，女粉丝们是有备而来，超帅的，我爱你，加油，支持你。我们家超喜欢陈伟英的，都会看他的转播，超赞的。走进女校，看板加尖叫，哎，人帅真好。台北天气冷飕飕，景美女中暖烘烘。不过你不知道，原来从小到大，这竟是陈伟英第一次踏进纯女校。我第一次啊，因为我没有去过，我男生怎么会去女校？哎呦，就很顺其自然的去做这样子而已。那只是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吧，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不一样。第一次踏进女校的陈伟英，除了源源不绝的尖叫声，竟然也听到运动员最害怕的“我从小看你打球长大”，让陈大哥瞬间面有难色。没关系，我还31而已，还有机会。进入职业，踏进职业到现在也13年多了，那也是啊，因为毕竟他们高中现在高一、高二、高一的话大概15岁。对啊，自己开始打，他们可能也开始慢慢正在懂的时候，也不错啊，感觉也不错，至少我还可以持续下去。初次来到贵宝地，台湾英雄与台湾英雌相见欢，景美女中拔河队称霸世界，陈伟英也像他们一样，继续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力拔山河。 RTV 新闻采访报道。